你们说，这父母反对的爱情需要坚持吗？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啊无绝期。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白居易是名满天下的才子，是唐朝最放浪的诗人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，他自己的爱情啊却也是遗恨终身。当年白居易呢与邻家女相邻，从一见钟情到青梅竹马，终其一生啊他都未曾改变过对相邻的爱慕，并在后来《长相思》一诗中立下誓言：愿做远方兽，步步比艰辛，愿做深山木，枝枝连理深。可最终呢还是没能抵得过他母亲不断的阻挠，变成了生别离浅别离，是为甚睹物思人。欲去去无由，欲望望未得，是望眼欲穿，是肝肠寸断，是美人与我别，留尽在家中。自从花言去，秋水无芙蓉。忧从东来啊无断绝，而长恨歌中的恨，恨的是相爱之人不能相守，恨的是君王不能忠于爱情的薄幸。可是这古往今来，谁的爱情故事里面没有遗憾呢？白居易相与爱，也难逃两两相望的宿命。且在11年后，机缘巧合之下，他再次见到了香菱，两人一见抱头痛哭，少年别离老相逢，可那又如何呢？长恨歌终还是由纸笔人变成了剧中人。我们能在纷纷尘世中遇到彼此啊，实属不易。怕的不是千万人的阻挡，怕的是我们自己才是投降的那个人。若你中意的女子贤良淑德，至死迷她，你又何惧为她逆流而上？若我中意的男子踏实肯干，满手厚茧，我又何恐他正值少年一无所有。时间可以改变的东西有很多，但唯有浅离与暗别是再无相见之日的。最后唯愿大家欢愉且顺意，万事皆可期。爱情